感谢主，让我们可以在日光之家参与这样的事工。我们有很多的恩典，我们有很多神恩待我们的凭据。但是呢，我们每一天呢，也存着感恩跟警醒的心呢，来面对生活上的每一天。特别是这一群孩子，成为我们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，也是我们很重要的家人。我们心存感恩，我们感谢上帝能够给我们这样的恩典，让我们夫妻能够一起合一在主的事工上有份。谢谢主耶稣爱我们，谢谢大家。